好的，欢迎回来月之界哦。那我们回到少女回战，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是那个杂金蛋 Part 30以及目前的卡池推荐部分哦。那我们就先来砸个金蛋吧，例行性活动。希望今天可以有个好的结果，砸金蛋。好，第一砸，我砸四七，四七，这个四七有个好兆头，好不好？后面这个这一拖好像是目前最高的，只要后面高就好了。再砸七七八，哦哟，哇！但是七七八目前来说的话，不是最高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三千能砸到多少呢？砸四五二七，这个就有点没有很多，但也没有说差不多很少我没有，这里好像没有低于三千的啊，应该说没有低于四千才对。好，重头戏来了，三万到底能够砸到多少呢？拜托不要四万以下就好了。拜托，我已经四万，我现在已经连续三万多很多次了。红毛驴，跳跳跳跳跳跳跳，轰轰 ，yes， 45065。这个虽然说没有到很棒，但是我觉得还满意啊，还可以，起码我多了15000的元宝可以花。我们顺便把这个奖励给领起来。好，那接下来的话跟各位推荐一下卡池部分哦。那这次其实出的是神流贝部分，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手握天子剑就是神流贝啊，没有开玩笑。我们看一下流贝的这个卡那个卡，应该说好，我们先看一下左右卡池部分了。今天如果说你在找一只输出型角色的话，目前我觉得力量型的神龟吕布会是你可以依循的部分，但是就目前来说测试结果，我发现把神龟吕布练到比较，虽然说不到非常极，应该说无氪的极限，但是也有一点不敌。最怕的就是哪吒巨拔罗，他的战力不用很高就可以把神龟吕布吃得死死的。然后目前来说，台面上敏捷型很强的貂蝉，那个墨染剑心貂蝉，他也赢过吕布，所以很，因为刚才这个阶段的卡池并没有说哪一只角色特别，应该只有目前来说只有推荐输出型角色吕布这样子。那再来的话，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一次汉昭烈帝刘备，他是力量型角色。总算哦，帮力量型角色再多了一只输出加防御的角色哦。因为其实，从过去一开始，那个我们少女回战刚开服的时候，最强势莫非就是智力型的那个诸葛亮。那诸葛亮之后开始渐渐的有敏捷型的真田跑出来，所以真田大概也强盛了一段时间。后来出了那个力量型的神龟吕布，其实敏捷型后来也有出，包括说在那个天神威马超的部分，但天神马超出来并没有很快马上的取代掉真田部分，而且真田其实活跃到一段程度，就目前来说的话就比较失去色彩。不过现在整个台面上来说的话，来到我们假设以在抢龙脉来说的话，其实真田在地裂组其实还蛮有用的，但是来到天崩之后好像就比较少看到真田的那个踪影部分了。好，那我回来拉回来讲为什么要讲这个刘备部分呢？其实当然我们原本来说最比较强的辅助型角色或许是单纯的刘备，他也是力量型角色。那刘备来从开服到现在其实也强了好长一段时间，属于辅助型的角色非常的强势。那直到后面有出了，比方说像是那个叫什么都忘记了，这只
这个叫哦白居易，因为前面来说有时候那个刘备凑不到，那白居易又刚好偏容易入手的情况之下，因为刘备要经过三个阶段，那白居易看起来我看一下，我记得好像只有两阶段而已，是不是？还是直接就到 UR 家了？对，他直接到 UR 家，他没有，哎、欸，他应该是这样子吗？等一下啊，对他直接到 UR 家，他没办法变装。所以基本上白居易出来，卡池一抽就可以拿到白居易。那白居易的辅助型角色地位也强势了蛮久，甚至我觉得目前来说，当然啦、啊，如果说是以比较有客长型来说的话，你可能会用大皇帝孙权，然后甚至说有孙权本身的角色来去做应用这样子哦。所以基本上辅助型角色来说的话，这一次刚好卡池又出了我们的那个。汉昭烈帝刘备、哦、所以而且就卡池面来说啦，粉红色的这个算粉红色吗？算吧，粉红色的真龙搭配我们这一次长发飘逸的刘备，然后呢，这是算右侧半球吗？右半球露出，好，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基本上哦，它可以加深命值攻击力的部分哦，所以。原则上，如果说你本身有在练，不管是神鬼吕布，可以强化神鬼吕布的那个生命值跟攻击力之外，你有练那个木兰剑心貂蝉的话，你就知道其实生命力对于木兰剑心貂蝉来说也相当重要。所以基本上刘备的出来，就算你不把它当成一只必练的角色，你把它拿出来用的话，上阵它还是有一些效果出来，可以强化整个那个基础硬体哦，变得不再像以前一样，可能是单纯专注在攻击力啊、暴击啦、啊、或暴伤等等的那个基础硬体做专注。现在开始的话，我会比较偏向于针对攻击趴数啊、生命趴数等等来去做一个所谓的强化动作出来。那为什么要整个？卡才说的话，其他就不用讲，因为基本上输出推神鬼吕布，辅助的话我就推汉昭烈帝刘备哦。基本上从技能面来看，技能在弘毅宽厚的部分哦，他会直接选择攻击力最高的六名队友，随机清除他的不良状态，并且回复他的生命值部分，甚至有机会暴击，而且重点在于他又可以回复。一枚落英哦，我觉得这个是他比较强势地方，然后会使我们的目标进入主列的状态，而且获得养武的部分。那主列呢会直接提高彗星伤害的部分，防御又往上做提升，除了增加输出之外，又增加防御力出来，我觉得是蛮强大的。那当他使用这个所谓主动技的时候，又有额外的 30% 的攻击力真实伤害，而且他是无视对方防御跟抗性部分，通常有这样的技能描述都是蛮强大。那另外在养武部分的话呢，他会直接提高彗星一起，等于列祖加养武的部分的话，暴击跟暴伤都往上做提升，而且又有提高生命吸收部分了。当你角色输出伤害的时候，有生命吸收的部分的话，这个技能又帮你的整个生命吸收往上做提升了。当你刚开始跟对方做对战的时候，你有损血了，你刚好又可以吸血回来，作为一个所谓的补偿的动作出来了。然后呢，它对于物理伤害来说的话，扛伤又降低了50%哦。每次重伤一个目标，又直接把养武的这个所谓的持续时间的延长一回合。再的话，莫不归德，他会选择攻击力最高的六名队伍，随机清除不良状态，并且回复生命值部分。这是穿门的奶妈加上加 buff， 而且又有 debuff 的动作出来，那并且有200%的这个新入职的攻击力部分呢，持续5个回合，新入职会直接把他的那个吸收伤害呢。受到伤害进行吸收部分这样子、哦、那触发这个，但是他无法触发所谓的生命值吸收以及伤害反弹的这一部分。那备用技来说的话，他提高他本身自己的生命力以及防御力部分哦。再来的话，英雄技被动技来说的话，他自己扛伤又降低90%，挡格几率提高30%。完整的呈现力量型角色呢，他本身该去做扛伤的动作出来，然后又加防御出来，所以你看，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基本上刘备在这里的表
那个诠释方式呢，就是一支超强的辅助型的角色，而且又具备带有扛伤效果的部分出来哦。然后再来的话，人一星一的部分哦，又是被动技，每次释放主动技之后呢，除了自身以及攻击最高以外的一个己方哦，会直接发动直接触发，让他的对我方攻击最高输出型角色呢，再次攻击发动一次的主动技攻击部分哦。这个当角色单纯只有一次的，而且你想哦，他如果是直接又重伤对方的话，他的整个争议状态又延后一回合，整个是做互相呼应的动作出来了。这个也是为什么一定要推荐各位呢，把我们的汉昭烈帝刘备呢，差点讲错了，刘备呢给入手的部分了。所以基本上目前卡池来说的话，第一总结一下，就是你如果缺输出型角色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抽神龟吕布。但如果你不急的话，你本身已经有输出型角色的话，你就考虑汉昭帝部分。可是我基本建议来说的话啦，目前来说力量型角色输出型非吕布不可，然后敏捷型角色的话可能会比较偏向于要么你使用哪吒去伐罗，或者是说你可以使用，但我觉得墨染剑心貂蝉在所谓的输出型部分来说的话，并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伤害值部分出来，但是他在龙脉的表现或者是在 PVP 的表现效果都还不错。然后再来的话，智力型角色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有水镜先生，然后也有智力不是那个什么花架的这个诸葛亮部分哦，他都是目前来说智力型角色算是输出来说还算蛮不错蛮 OK 的一只角色这样子。好，那我们就针对刘备部分哦来进行抽好了，目前有90000多嘛，看一下哦，如果运气真的不好的话，假设要保底200除以5嘛，等于40乘以1950，大概花78000左右才可以把刘备抽出来。好，基本上这个其实我真的很想要练那个吕布，然后把他的硕灵也把他弄到最高，但是我发现后来现在吕布在面对貂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扛不住伤，而且面对哪吒巨拔罗的时候更是挡不住，单一角色的时候互打，所以我就放去把主力的装备哦寄给我们的吕布，反倒是全力的放在墨染剑心貂蝉部分。那其实现在我也把那个觉醒的部分做好一套给这个貂蝉部分了。那我觉得看起来说的话，辅助型角色我觉得刘备会是一支非常好用的角色，而且他应该有助于我们在推主线的时候，不管推主线的时候有一个好的效果出来。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择这一次设法的把刘备给抽出来。那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保底的话是70000多嘛，是不是78000？但我觉得啦，如果要刘备的话，基本上树林也是要有才会比较好一丁点儿。然后这样的话，内阁是不是点不动我都不知道是我电脑太烂还是怎样。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优化做不好，很慢呢。算了，我把它关掉，重开好了。我把它重开，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等一下来看一下，78000保底大概要花多少才有机会可以把我们的整个汉昭烈帝刘备给带回家？那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那个大概花了多少的元宝，才把这只比较目前台面上，因为其实对吴克来说，很难拿到大皇帝孙权，所以基本上你只能挑几只比较强而有力的辅助型角色来去做应用这样子。那看到目前来说的话，终于力量型的角色终于再出一只比较强大的这个辅助型角色，
并且它有加 buff 跟 debuff 的部分哦，而且又可以帮整个就是攻击最高的角色多放一次技能，或者是说把它的整个输出暴击暴伤给往上做拉提动作出来。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汉昭烈帝是要把它给纳入手的部分了。怎么刚好进来就有那个可以生前可以打？冰狼五十，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要跟他说声谢谢。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我觉得啦，我先看这个收命于天，然后我想要先兑换好了。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要换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要先抽一下好了。哇，好像不太够，是不是？先取得好了。这样我才可以省一点元宝来去好，我顺便讲一下这一次活动好了。我觉得虽然活动快结束了，因为最近真的很忙，真的不好意思没有空更新影片。这一次活动就是搭配的刘备部分出来，那目前活动来说剩下三天哦。那特别在天命部分的话，就是透过活动方式，包括说登录抽卡、自动战斗，自动战斗的话，基本上活动是六天左右吧，所以六五三十的话，你还有十次部分，那分别除以六天的话，至少一天要多打两次啦，你才可以把探宝的部分给处理掉。再来的话，时空乱舞部分要打上四十次，一样你也是要多买那个每天多买两次的次数，就可以把这个任务解掉。那既然外神试炼的话来说的话，你天天打没问题的话，那活动应该是七天左右，不好意思，因外神应该每天七，那是应该是七天，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登录奖励是七天，四天六，对啊，六天啊，活动是六天，所以他这个外神的话，六二十二，我觉得这个有点小小问题耶。现在剩三天，然后目前的话是打了八次，三六乘以二十，哦，还有三天，六十六，哦，够，16次够。那心理试验的话来说的话，目前基本上你只要礼拜天有去打的话，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好，那我们直接我看一下哦，这样我们直接都做兑换。好，受命于天的话，基本上就是刚刚你的那个解任务部分，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所谓的，看一下是什么，九尊部分。九尊的话可以拿去抽，抽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些奖励部分、基础硬体部分。那当然最好的方式，最好的话应该是可以拿到一些，看一下，我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侧甲好像蛮不错，因为它会忽略对方的防御跟抗性部分了，直接把整个伤害往上做提升。那基本上来说的话，一定要来到360，它的效果才是最好，因为可以额外的去拿到一颗特级觉醒丹部分，所以这是有氪玩家特别需要注意部分。但有氪玩家也可以通过花元宝的方式来去达到360，不过要花不少元宝，就是各位看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袋深度去拿捏。好，协力部分的话就是登录可以拿到奖励部分，总共那活动应该是七天没有错，登录七天就可以拿到所特定奖励部分。礼物来说的话，好，第一层基本上没有意外，当然就是请你换这个邀约券部分，还不够，好，我们还没抽。第二层来说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要换武林区的这个邀请券，毕竟武林区也蛮耗各位的元宝部分。然后再来的话，第三的话，基本上应该是选择宝物部分，或者是你可以选择祈愿。可是这个祈愿呢，在现在来说，同盟这里开始在黑市里面有机会可以透过元宝方式来去买到祈愿，所以基本上我就不推荐各位玩家可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去换，去再兑换这个所谓的祈愿的这个道具部分。第四层来说的话，基本上其实我觉得武林敏没有很缺，但没有很缺的原因是因为无氪玩家他比较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去把很多角色都做五具的觉醒。但如果有氪玩家的话，或许就会缺武林敏，那你就可以选择武林敏，或者是说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星光盒，
因为毕竟很多玩家他需要练大量角色的话，所有角色在升阶动作都需要蛮多星光和部分。第五层来说的话，基本上没意外的话，无氪玩家一定选最少的这个所谓的血魄结晶，就血魂结晶就好了，因为其他都要400嘛。我真的很抱歉，我现在这个整个萤幕快坏掉，因为整个橙色呈现白色状态，我再看不出来它到底是写四，应该是400没错，两个都是400。然后再来到第六层来说的话，这有榜，这是称号，基本上我都建议各位玩家不要买换称号，换基础硬体设备会比较好。但如果你很在意说你可以用仙果，你想要其实我觉得仙果次数增加次数也可以，你可以搭配这次活动，毕竟在这个无氪玩家来说的话，在威能展现这里，你光靠白嫖部分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奖励给领好领满的，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方式来去协助你领到更多的那个所谓的威能展现的一个道具。好，那来到第七层，基本上来说的话呢，用 CP 值来换的话，应该是灵环。当然你可以选择赤红仙果部分，但这要120。然后这个龙运的话，现在基本上天运的话，基本上第一可以透过元宝，第二可以透在商店里面买，或者是说在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同盟里面的那个商店去做购买这样子。第八层，建议各位玩家可以换的是灵环部分，往上冲。然后再到第九层，如果未来往上冲，我觉得仙丹可以，基本上它可以帮你省一些元宝。那这个的话又可以增加战斗次数，所以说各位玩家可以，应该都这个都比较偏向游客玩家啦，我觉得啦。因为无氪玩家基本上来到前，我觉得只要把邀约键换好换满，就我觉得就投降，因为上面来说对无氪玩家来说，并没有那么大吸引力部分。第十层，我觉得福袋可以换，基本上这里可以拿到。所谓保底的12888的元宝部分，然后再来的话，这个是绝技丹部分。那 CP 值来说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要冲下一层的话，基本上就是换福袋即可。毕竟绝技丹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那我觉得游客玩家可以考量。然后再来到第十一层，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选择，如果你本身阴魂还没转到极致的话，你可以选择换到这三星的部分，然后刚好抽出来的那个三星的部分不是风灵火山里面其中一个，然后不是你想要的，你就可以把它当成肥料给练掉，当然也可以给其他角色部分。然后如果说为了要冲往上冲的话，我觉得可以换 UR 加的碎片，毕竟在五具觉醒或者是单纯做五那个武器或装备升级的话，其实应该还蛮缺大量的 UR 加碎片部分。来到最后一层来说的话，基本上红魂这个也是蛮难取得的啦，或者是说五具自选的部分。好，基本上我的建议就到这里，然后再来的话礼包部分就是免费拿一拿即可。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先抽一下好了。我抽，我运气真不好呀！我要红红，我没有红红啊！哎呀，真的没有红烂。我可以换吗？还是不能换那我可是我想要。我留一点保底好了，我们先抽好了，先抽过瘾好，我觉得先抽5万就好了，先抽个5万，让我的元宝大概落在4万左右，然后看一下能抽到多少，然后他可以多给我多少个这个所谓的探招地部分。第一抽，不要保底，可以，他没保底算了，还给我颗仙丹，很棒很棒。哇，这颗如果用加倍的话，我会赚死！我现在身上有6颗，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了。我用不行，现在再一次好了 ，Go！ 哇，这次就保底了。好，那我们就用一下仙丹，波比一下好了。神鬼发威，拜托来个神拳，来个25吧，25。25000，各位观众，
太爽了，赚了25,000啊！天哪，而且这个两倍耶！ Yeah, 哇，赚惨了！那我这次一定把它抽出来啊，没什么话好说的，好不好？再抽，耶、yeah, ，没关系，这样可以。第四抽是不是？好，那我就不用去换他的那个了。好，不管怎样，我们就接着抽。那我包。波比一下了，神拳交持，雷利 ，Go！ 哇，没有了，哪有天天在过年是不是？再来，哇，过不了年了，我再来，哎，求不出来了，加倍，神拳降临，拜托，来个5/5/25，没有，现在还有140 ，Go！ 哎呀，好烦啊！再来，哎呦！我已经抽了19,500了，再不比下了，立即抽完出去再一下，出去进来，看有没有那个运气好一点的。拜托，加倍，累啊，没有，哎呦，再来。这运气真的很差哎、欸，不行了，这个气用光了，深呼吸，吸气，吐气，没有，拜托，再来，抽不出来了啦，好，100，哎，100是个大关是不是？冲啊，加倍。拜托，来多一点！嘟！这个吼，赛事吼，95是不是？95×5乘以1950，哇，还要37耶，还可以啊！关了，冲了！哦，我又给我一些新单了，送了。至少我要减少一次保底机会了，冲啊！再来，来，Go！ 25K， Yes！ 何处不相逢啊！太爽了！哇，大要进啊，大要进 ，Go！哇，这个可以，再来！哇，没有，还是要加倍一下，好不好？再来个25颗，你攻哼哼，丢啊！没有了，20。哇，我没有那个了，没有仙丹了，拜托。减少我的了啊！哎、欸，我又变仙丹了！耶、啊 yeah, ！再来！哎呀，好恶心！好，再一颗！单机人呢？过单机人呢？再来25！哇，没有23！拜托，来个好的！哎呀，24！来吧！哦，没有25，不抽了 ，Go！ 哎，可以啊，可以。哇，很尴尬、啊，可以直接冲过去吗？没有了，拜托，不要保底，不要保底 ，Yes， 耶、yeah, ，我的机。
拿到了刘备，耶、yeah, ！我看一下哦，二七的话，二七乘以一九五零。我们本来预计要花七万八啊，大概花了五万二，就把我们的这个刘备给抽出来哦。然后我觉得啦，既然有刘备了，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要把刘备的这个搭配的这个部分把它弄出来。这样的话，他在刘备的整个，哦，这个有点像那个耶，那个什么自杀突击队的女主角。他的头发颜色特别的那个。好，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喜欢影片的人，不用去帮月氏影片点赞。还有订阅的观众朋友，帮月氏订阅起来。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